其实啊，我们的吉他手阿秋哥，他其实心里有怨恨，因为他当初我们乐团刚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是以他为主轴的。每次上台一定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，对。啊，今天很冷，不能乱打。对，好。接下来介绍下一首歌，也不用介绍了，下一首歌直接下来。
突然发现一件事情。反正大家都知道啦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过发现自己没什么重量，还是说表哥帅帅好了。我说表哥。